看这一题，它如这个图了哈，已知 O 及原要一点 P 了哈，那 PA 是切线，若原 O 的直径哈是等于16，这直径16，所以半径哈等于8，那 PQ 呢是9，哦这也是9，那他现在问说哈 PA 多少？那因为这也是半径嘛，这是8，啊这是一个直角三角形。所以就知道哈 ，PA 等于多少呢？等于呢，这个平方减这个平方了，哦，斜边平方减一股平方，等于另外一股的平方嘛，再加上17，17的平方哈，减掉呢8的平方，那这等于多少？哦 ，A 平方减 B 平方，这个减这个是9，那乘以哈，这个加这个是25，哦，这两个数都可以开根号。这是3乘以，所以等于15，所以 AP 等于15。